你们他娘的是爬着来的吗？啊！我们的人都快打光了！我告诉你，巴营的事儿你管不着。信不信我毙了你？去吧，看看你的这帮弟兄还能挨几个枪子儿。
李大成，从今天起，宝山的事儿我说了算。走，马上转移伤员，能打的立即接受整编。是。 失礼します，太上。火山に留停的光，西塔斯南面。那我要执勤，广播落去。太上，西西林火大要，火塔西东西大。这一个接。好。 素贞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，我一定要杀敌立功，为国效劳。此去倘能生还，固属万幸；如有不测，亦无悲戚。但好好抚养儿女，孝奉亡故。 死局，残局而已。走对一步生，走错一步死。这跟10年前咱们打军阀不一样了，日本人玩的可是海陆空啊。学长，我记得。 你是黄埔的白面李逵啊，怕了？学弟不怕，学长岂能怕也？10年了，又要一起并肩作战了。哎，连营，啊，你进来了，秋瑶。 壮士，啊！哎，你摩托怎么晕倒了？快来看看吧，我们有个驾驶晕倒了。不是，连长，怎么走的？朋友醒过来了啊！那没事了哈，杨先生啊！小品，砸，真是不出百日有余。 这边。
报告葛医生。葛医生，战地服务团队员徐二月前来报道。战地服务团队员曹素君前来报道。纱布给我。哦。掉地上了怎么用？什么都不会，来干嘛？护士，疼。这是前线，不是学堂，穿成这样怎么救护伤员？你这手消毒了吗？消炎药，以后用什么拿什么，咱们药品紧缺，得省着用。嗯。诸位，此次我部奉命守卫宝山，抵御登陆日军的推进，但四门迫击炮、200发炮弹、16挺重机枪、600多支老步枪，这就是我们三营全部的家当。日军英三校的第68联队有2000多人，20几辆坦克，还有各种火炮，天空有飞机，黄浦江上还有几十门舰炮，瞄准着我们，敌众我国兵力悬殊，并且宝山城的南北两面现已失守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战局，宝山如何守？诸位有何高见？营长，宝山既已是南北外围巩固，应加强防御工事，用城墙做屏障，集中精锐火力固守城防，可使日军南越宝山半岛。李大成，请求再守东门。钟贤，你我今日所见，宝山的城墙已被日军连日轰炸，已无险可居。ご存知はここにあります。関口、宝山城に我が日本軍機が思いっきりはためいているのが見えるぞ。大佐殿、ご安心ください。明日には必ず宝山城を我が軍のものにしてみせます。营长，我知道您心里有数。落死吧。与其被动困守宝山，不如主动御敌于外。不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防御阵地前移，利用城外的地势，在坡道上修筑战壕，形成交叉火力，把北、南、东城门封闭，只有西面作为人员物质的出入，加固宝山的防御工事，居高筑险，加固城防。诸位，捍卫国土是我等军人的天职，宝山城的安危关乎整个淞沪战局，绝不容失。传我的命令，凡懈怠者、畏敌者、轻敌者、违抗军令者，一律军法处置，严惩不贷。是。李大成，命你部到西街街口修筑环形工事，并在西街内设置掩体和障碍，把相邻的房屋上下两层打通，形成串联通道。营长，其他连队都在城外布防准备打仗，为哪样只有我们连的人在城里出主意啊？这是最后的防线。我要为战死的八营兄弟们报仇。李大成，请求驻守城外。执行命令。死！
往里扔！往里扔！苏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爸，把你的金疮药都给我。金疮药？你跟我说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我现在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，来救护伤员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爸爸，我求你了，啊，你赶紧回上海去吧。 行吧，你不给我自己回家找。彪彪彪彪彪彪！连长，上印都去了城桥和城外都补防去了，我们咋个还在城里头和老百姓一起烤墙摆沙包呢？我们可是受过德军的部队哦。这个姚子青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，他下的棋老子都看不懂。哎，快点去干活去，屁话多。对。 你用点力好不好嘛？哎，老子来，老子。哎，连长，女人胸部比女人都要大哟。狗日的，你见过没得女人的胸嘛？没有噻。老子让你见识下。哎。 兄弟伙，上海的大世界去过没得？没有。好生见识一下哈。等一下。啷个嘛？班上噻。你龟儿还聪明哎。来，一个屋子，有个毛的哦，两个柳叶眉。好。啊，那个大世界那些女人哈，就是那个样子的。 假期，咿呀，嘿，酒呀，你自己，兄弟，你是的，少了，少点，狼牙太太一起扶你一杯，连长。 哎，我巨斧呢？想不到李连长还会反串。我逗兄弟们玩呢。这唱的还是《天涯歌女》。您听出来了？啊，唱的挺好的。李大成，你身为连长，军容不整，消极备战，纵容属下笑闹嬉戏，集合！ 全体集合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报告，接着打。八、上来了，他们正在对面集结呢。九、十。杨明，到。营长，那识别子我帮你系上。 这城里怎么又是女人和小孩的？杨秀三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谢谢啊。哎，我是后背受伤，我自己擦不了，你帮我擦一下呀。连长，我帮你擦。我有你擦。 爸，你看！别动！别动！
发财了，谁发财了？三英发财了，还是八英发财了？你怎么那么见外呢？还三英八英的？这不都发财了？急了，这人没说话。哎，这仗干掉200多个鬼子，才是最大的战利品。
码头，停哪儿啊？哎，英森校是将门之后，这一仗他败了，下一仗他会用出什么招？哎，站着！毛都没长齐呢，就投枪啊！你的毛才没长齐！这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继光。多大了？他们说我10岁了。父母呢？你看看你。还没枪高呢，等你以后长大了、长高了，当我的兵，我给你一把枪，好不好？我比你的手枪高啊！还挺机灵。孩子，行了，走吧。等会儿，方师傅被飞机炸死了，杨学生刚回来，爸就没了，太可怜了。戦とは正であい非で勝つ。よってよく気を出す者は極みなきこと天地のごとく、尽きざること黄河のごとし。これは2000年以上前に孫子が言った言葉だが、ヤオズチンがそれを今実践している。兵士とは汚い手を使うもんだ。恥ずかしげもなくな。そういうヤオズチンを甘く見てはいけない。しかし、俺は四季の言葉をよく覚えている。相手のやり方をそのまま利用し。逆にその相手を倒すのが君子のやり方だと。はっ。これをお前にやろう。どんな時もお前を守ってくれよ。頼んだぞ。はっ。这是我父亲生前每天都要练功的地方。曹小姐，节哀顺变，国难当头，令尊挺身而出，不计安危，保家护土，英雄一举啊！
这就是我父亲想要守卫的宝山。现在只是战事初开，后面将更加险恶。令尊今已不幸罹难，听我的，回去上海吧。我从小在这长大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更何况我是战地服务团的队员。他们在干什么？打退了敌人，他们在高兴。唱的是什么？湖南花鼓戏，李副营长的拿手。你也是湖南人？不是，广东平原的客家人。你们还会守多久？没有家仇，我有国恨。敌不退，我不退。木口が南から入ったら俺が指揮を出す。お前は東から入る。はい。それから八百鎮を挟み込んだら残りの三人は俺が指揮を出す。獅子林から入って一気に宝山を落とす。はい、はい、八百鎮にこのことを教えてやろう。敵は本能寺にありってことだ。前も後ろも分かんなくさせてやれ。
看来敌人是想以人数之众，几面进攻的战术，令我们首尾不顾，疲于奔命，最后难以分兵对付真正的攻城主力。在哪儿？狮子林。忠贤，你和马向阳带100、200和预备连，赶往狮子林的宝山的必经之路杨家村设伏阻击，但是万万不可恋战，敌退则退。是。雷鸣到，去东边阵地传我命令给叶连长，死守阵地，不可退后一步。是。戦場がやられました。竹口少佐が転覆しました。撤退だ。はい。抓紧送生命营啊！轻点啊，抬稳了。来，把随服给我。连长，你这不是有吗？你懂个屁！我这是救的嘛。快来。饶了。哎，都轻点抬啊！快点，把他抬走。过来把抬走，快，轻点啊！杨秀山，杨秀山，啊，喝点水吧。哦，好，把他抬走，谢谢。慢点，轻点。连长，你过来。啊，来了。阵亡人数31，重伤呢？重伤人数还不知道。你干什么吃的？赶快统计。是。讲。李正。城东。
狮子林，这一仗下来，93个弟兄没了。我们阻拦了日本人的进攻通道。何战，会接着来啊。还有400来个弟兄，400来个。快给营长处理下伤口。把衣服脱了。我自己来。杨营长，这是吕布部中给你营的一个牌。大成。到。新来的弟兄，交给你了。杀了那么多人，就给部中弄了几个兵呢？兵队队友，加油，转！跑步，走！现已伤亡近半，弹药粮食也快消耗殆尽，目前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派援兵，为保宝山不时子清棒上峰速派援兵。宝山难为，系于你矣。宝山绝不可失。杨营长，你营的情况，我会马上禀报上峰。你怕死吗？我不怕死，我爸怕。他怕我死了，没人给他传宗接代，我是我们家三代单传。这是我爸给我写的，我不怕死。你不怕死，我也不怕。姐姐，你怕死吗？我现在孤身一人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报告，侯团长，你还有多少人？我们团只剩一个预备营的兵力了。我命令你，立刻带上预备营，火速赶往宝山，增援杨子清。子清命令。是。长官的命令告诉杨子清，侯团长已经率领个营，赶赴宝山增援。继续斩之一兵一卒，宝山也不能丢。姐姐，援军就要到了。哎呦，真的！有援军了，有援军了，援军了，援军快来了！
家宅的日军赶到宝山，不需两个小时。侯团长的援军最快也要四个小时才能赶到宝山，怕死了就等不到今天了。蒋医生，我们有援军了，宝山有救了。我带马超阳和叶连长赶往金家寨，主动进攻，拖住敌人，争取时间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等来援军，以解宝山之危。钟贤，你率其他的弟兄固守宝山，等待援军。马连长、叶连长，集合队伍。是是。等等，钟贤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金家宅我去。我命你留守宝山，执行命令。我抗命，等我回来以后，你在军法从事吧。钟贤，我如有不测，你一定要等援军到来之前守住宝山。别争了。小牙，你俩愣着干什么呢？集合部队。是是。钟贤，切记，见好就收，伺机撤退。放心吧，咱俩那边棋还没下完呢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刻的是我吗？你觉得像你吗？嗯。大佐、本座に向かう援軍が半減しました。直ちに司令部に連絡を取り、空からの総攻撃を要請しろ。そして八百津と援軍を絶対に合流させてはならぬ。はい。宝山へ立つ。全員出発の準備だ。はい。はい、敵軍の攻撃がありました。何？李座，援军被包围了。啊！通知李大成，各连连长严阵以待。是。
李副营长，他营长，副营长受伤了，快，老爷，副营长，营长你醒醒了，营长哥，周贤，我抬一下，马小杨老爷，收住战机。医生，医生，葛医生，救人，快救人啊！清水，他该换药了。营长，有敌机！营长，营长！
可能是最后一次给你们扫肩了，再也不需要了。给我也来点，老爹给自己在下面存点钱，免得去了没钱买烟抽。报告营长，日军在东边集结。好，知道了。钟贤，今天几号？今天是9月6号。六天的兄弟成了生死之交。馒头来了。哎，老子都有。行，那就吃那吃。安学生，我能摸摸你的手吗？
我命令你带着陈继光立刻出城。营长，我不走。这里面是600条人命，是600个为国捐躯的弟兄，你要把他们带出去，要让上峰知道，他们是捍卫了中国军人尊严的真汉子，要让世人知道，他们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土而慷慨赴死的英雄。走！陈继光！啊！文明啊，到，立刻出城！援軍が来ました。各員総攻撃の準備だ。ヤオズ陣を倒し、宝山を取る。はい。
好，一、二、三。